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。当年中美建交的前提是断交、废约、撤军。近年来，美方背弃承诺，虚化掏空一中原则，驻台谋独，武装台湾，搅烂台海。当前台海形势严峻，赖清德之流数典忘祖，赤裸裸贩卖两国论，妄想以外谋独，以武谋独，加速把台湾推向灾难深渊，这是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，也是地区稳定的最大祸害。我们组织军事反制行动，就是要用更强大的能力、更有力的手段、更坚定的决心，打击台独嚣张气焰，遏止外部势力干涉。解放军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。台独等于战争，解放军练兵备战，绝不停息，打突促统绝不停步，错步外来干涉绝不手软，坚决完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任务。